想不到这么刚好哎。嘿，姐姐，来来来，干嘛？你看，怎么样？我穿这件衬衫有没有帅啊？看起来还不错啊。谢谢你。哎，哥哥，你看看我今天有没有特别的漂亮？有啦有啦，跟平常一样美。哎，哥哥，你是要出门吗？对啊，我今天跟大福有约要去图书馆看书哦。去图书馆看书，然后你穿这么正式，有问题吗？不对吧？哎，不对的是你吧？你是有问题？干嘛干嘛？我怎么了？你今天怎么会有这个新发箍？去哪里买的？这发箍是我跟花花一起买的，这是我们的姐妹发箍哎。姐妹发箍，有人恋爱了，说你去跟谁约会、啊？怎么恋爱啊？我哪有？你是不是去约会？我要去花花家啦。哎呦，是哪个男生？哥哥你走开！他有告诉我吗？等等，我觉得哥哥你很奇怪哦。要约会的人是你吧？你平常穿那么邋遢，然后今天特别换衬衫，穿得很正式，还在那边好不好看？你是不是要去约会？拜托，谁像你啊？约会不敢承认，我是真的去图书馆。你不知道吗？哎，图书馆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哎，我总不能穿得像平常一样邋遢去念书吧？我要让人家知道我今天呢，穿得这么正式，很干干净净的，而且呢，我的行为要很优雅，人家才会觉得你是很想要来这边念书，不是来玩的。哥哥很优雅，哥哥我不相信，你不要再骗我了，我知道你爱骗人，爱你才骗人，你是去约会对不对？哥哥爱骗人，你去约会，爱骗人，爱骗人，算了啦，不敢跟你吵了，我要迟到，拜拜。好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。其实蛮适合的耶，这样。对呀、啊，怎么样？今天跟谁约会啊？成功吗？我没有。哥哥终于回来啦！回来啦！哎，姐姐，你今天发箍很好看哎，很漂亮吧？对呀、啊，那我一直觉得这个发箍好像是不知道在哪边看过哎，真的很美耶！哎呦，我们哥哥今天看起来特别不一样哎，平常都看他穿运动服啊，今天穿上衬衫，哇，整个人气质都不一样了。所以妈妈也觉得。我很帅咯，哎呀，我儿子当然帅呀、啊。不过我觉得我们全家人啊，眼光好像都差不多哎。我之前也看到一件类似像这样的衬衫，长得真的很像哦。然后我就想说，穿在我老公身上一定超帅，我就买回来了。啊，买了好久也没看你穿过几次。不是，老婆，你听我说。你买给我的东西，我都觉得哇好珍贵，我很珍惜它，我怕穿出去如果弄脏了，我觉得好心痛哦。所以呢，我把它收好好的，等到重要场合的时候再穿就好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不是不喜欢啊，我超喜欢的。妈妈，记得我也有买一个跟姐姐头上那个发箍很像的给你吗？我也没看你戴。哎呦，那是因为我每天在家洗碗、扫地、做家事，头上戴一个装饰品啊，不方便啦。不然这样好了，下次呢，我们要去约会的时候，我就把那个发箍戴起来，好好打扮一下。没问题，那我也把那件衬衫穿起来，我们就一起去约会。不过妈妈，我觉得哥哥身上这件衬衫越看越眼熟哎。好像就是我那一件呢。我其实也有点这样觉得，因为连尺寸好像都差不多哎。奇怪。姐姐那朵发箍上的花，我真的也是觉得跟我当初看到她第一眼的时候一样的悸动，真的太美了。姐姐，你这个发箍什么时候买的？我上礼拜买的。上礼拜上礼拜买的。那等一下，哥哥，爸爸觉得这件衬衫应该不便宜，你应该买不起吧？你是不是奶奶买给你的？是，不是，是爸爸的。啊？什么？你们说怎么有两个声音啊？哦，讲话不要吞吞吐吐的，有话就直说啊。好。你们两个慢慢来，一个一个说。哥哥
你先说。好了，就实话实说吧，爸爸，我就看你平常穿衬衫的样子就很帅啊，然后你有好多件衬衫，我想说我今天需要穿正式一点的服装嘛，我就趁你们不在的时候拿了一件来穿。原来真的是你那一件啊。那姐姐呢？我的也是啦，因为我今天跟花花约好要戴有花的发饰，但我没有发饰，所以就今天早上去妈妈房间偷偷的。啊，这都是你的。哎呦，姐姐的这种心情啊我完全懂，因为我小时候也很喜欢溜去我妈妈的房间，偷擦她的口红，穿上她的高跟鞋，拿出她的丝巾围在脖子上，我就觉得我好像小公主一样漂亮呢。老婆，你知道啊，我小时候啊也会偷穿你们爷爷的衬衫啊西装啊，然后打上领带，也觉得我是一个大人，我是一个王子，我长大以后一定要娶到公主。没想到我真的娶到了。你看我们的爱情就是这么的梦幻甜蜜。哎呀老婆我好幸福哦。可是还是要来好好的念一下哥哥姐姐。对，你们身上穿的戴的这些都是爸爸妈妈很宝贵的东西，哎，你没有经过我们的同意就拿走，万一在外面弄脏了或是弄丢了，那我们会很伤心的，对吧？是啊，你们想想看，每个人都有自己很珍贵的东西，就像你们自己的东西啊，是不是也不喜欢弟弟妹妹，没有经过你们同意然后就去拿，然后把它带走了，你们会不会很不喜欢？对，不行，东西是我的。哎，对，没有问过我就自己拿走会很生气。哎，相同的爸爸妈妈也一样啊，我们也不喜欢你们没有问过我们就把我们的东西拿走。知道了，爸爸对不起。妈妈对不起，我下次不会再自己乱拿了。好，没关系，你们只要知道问题点在哪边，下一次不准再犯就好了，知不知道？知道，知道了。不过啊，我觉得其实这个发箍戴在姐姐头上，好像比戴在我头上还好看呢。姐姐，你真的很喜欢吗？我好喜欢，它好漂亮哦。那不然这个发箍就送给你吧。谢谢妈妈。爸爸，妈妈刚刚说我穿这件很帅耶，所以是不是？是。等你长大之后，爸爸再送给你，因为这件爸爸真的很喜欢，是妈妈送的，我不能现在送给你，等你长大之后，爸爸就送给你，你想穿的时候，爸爸也借给你。谢谢爸爸。哎，不客气。不过老婆。你是不是不喜欢那个发箍，所以很急着送给姐姐啊？哎呦，不是啦，我很喜欢她，但是我更喜欢我女儿。我觉得我姐姐戴上这个发箍真的好可爱哦。我有时候呢，我戴那个发箍，我会觉得好像有点在装年轻的感觉。不会啦，你在我心目中永远都是这么年轻，你就十八姑娘一朵花。哎，就等你我十八岁的时候啊，那时候。哎呀，很久之前的事情不要提了啦。哈哈，真的是。爷爷奶奶、爸爸妈妈、笑哈哈，哥哥姐姐、弟弟妹妹互相帮忙，开开心心、甜甜蜜蜜的时光，欢迎来到这一家。小花，你头上的蝴蝶结很漂亮哎。从你早上进教室我就看到咯，是你新买的吼。这个啊不是买的，这个可是我奶奶亲手做的哦，你看是不是做的跟外面卖的一模一样。哇，这个是手做的。我瞧昨天有去夜市有看到一个一模一样的。不对不对，你的这个更好看，这个是你奶奶做的，那能不能请小花奶奶也做一个一样的给我啊？那我回去问我奶奶好了。而且哦，你们看这个啊，它是用这个钩针钩出来的哦，这样子我奶奶可以帮你们做你喜欢的颜色。那我要摸摸的颜色哦，这个黄色的。
粉红色、黄色。嗯，好了好了，各位同学，不要再聊天了。上课慢吞吞，下课不要慢吞吞的，赶快出去排队回家。回家回家，赶快回家，回家回家，一点快点下班。小花的蝴蝶结怎么忘了拿啊？不然我等一下拿给他好了。小花，啊，你怎么还在这？我刚刚鞋带松了，所以绑一下。哦，好啦，那我要先去找他们了。哦，我们明天见喽。明天见，拜拜。刚刚。小福是不是从小花的桌上拿那个东西，然后放到自己的口袋里面？他应该明天会给他，或者是待会给他吧？应该不是偷东西吧？我的联络簿啊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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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好有来拿，不然老师又要骂我了。小花，男生座位这边没有哎，你那边有吗？啊，我真的找不到哎，大树。可是我记得我昨天呢，放学的时候好像有把它放在这里，然后我就回家了。嗯，怎么没有在学校啊？你确定吗？昨天你在外面排队的时候手上有拿东西，你确定没有带走？还是我自己记错了，大树？搞不好我真的有带回家，可是我忘了。那反正不是在学校，就在家里。对啊，你先回家找找看。好啦。对啊。那我再找找看。不会不见，不会不见啦。应该看到啊。不可能吧？你拿东西起来啊！我觉得你误会了。是吗？大家早安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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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确认一下，我觉得不可能。真的吗？对啊。Good morning, everyone.Good morning, 晶晶，你很爱现的，一大早就 Good morning。我们也会说很多的其他的语言呐、啊，我来说来说。哦，嘿嘿嘿，蛋糕炸，我也会啊，厉害耶！当然。啊，你会不会啊？我吗？啊，你来个，快点，来个，快快快快快快快！Ohayo gozaimasu。我换我，阿尼，哎，阿总没有掌声，掌声，Bonjour，哪一国的？ Bonjour 是什么？法文，很强哎，厉害哦，法国的，好，我来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乖一点，没有了。没有了啦！我没有了，你被坐下了。没有，花花、阿宁，你们都没有了。没有了。那你们要加油哦，因为我还有。你还有？我还会西班牙文、德文、越南文，我都会哦。真的假的？要不我教你们？好。那不然你讲个德文好了。Good morning。Good morning。好难哦。大家早安。早安。小福，你头上的这个蝴蝶结，糟糕，我怎么忘记拿下来，还被小花看到啊？怎么办？小花早。这个蝴蝶结，我昨天看你戴就觉得很可爱啊。然后我在逛夜市的时候。有看到一样的，所以就买了一个啊！看来你真的很喜欢呢，你会买个一模一样的耶。对啊，那你的呢？你今天怎么没有带？哦，我的，
我昨天不知道被我弄到哪里去，我的蝴蝶结不见了。嗯，而且今天大叔有陪我找哦，可是学校都没有找到，可能在家里吧。嗯，啊，那我知道了，我这个先给你戴。哦，不用啦，小福，你戴着很可爱啊，你戴啦。我不用，我不用，你留着啦。你昨天戴真的很好看，很适合你，所以你今天先戴着吧。你先戴，你先戴。谢谢小福哦。嗯。哎，这个小花标记不是我奶奶帮我做的吗？这个蝴蝶结好像是我的哎。小福，你人真的好好哦。有新的法师还愿意先借给小花，哎，你好棒哦！小花，你怎么了吗？有不舒服吗？怎么看起来怪怪的？晶晶，我跟你说，我是说好像哦，好像这个蝴蝶结，蝴蝶结好像是我的。你说这个蝴蝶结是你的？这不是小福说他昨天买的吗？我听到了，对呀，小花，所以你的法式没有不见，是小福偷走了。对呀，那小福你真的偷东西？没有，你小福谁教你真的看到这样子？老师，我们班有很严重的事情发生，有人偷东西，有小偷，就在我们班。有小偷？你们什么东西不见了？大家没有受伤吧？老师，这件事情真的很可怕。小福偷了小花的东西，小福是小偷。小福没有。小福是小偷？不可能啊！这之中一定有什么误会，让我来处理。谁可以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为什么你们说小福是小偷呢？老师，我来说，其实这整个案件我是第一的目击证人。因为昨天呢，我蹲下来绑鞋带，然后站起来，我发现，哎，小福在做什么啊？哎呦，他把小花桌上的那个东西，那个法式拿起来，慢慢的放到自己的口袋里面，然后就走出来跟我打招呼。我觉得奇怪，那个明明是小花的东西啊，为什么小花会放在自己口袋呢？我当下想，他可能是想要还给他吧，所以我没有多想，我就回来教室，想要把我的联络簿拿出来，然后再回家。然后我就一直在想，小福为什么做这种事情啊？他该不会偷小花的东西吧？该不会是小偷吧，老师？哎呦，不是了，安妮，那是小花的蝴蝶结，昨天真的忘在桌子上。我想说可以拿去还给他，结果大家走太快，我没追上嘛。不是不是，你今天进教室的时候就把蝴蝶结戴在头上。而且小花刚刚明就问你说，小福你这是哪里买的？你说是夜市买的。老师，小福他真的是小偷，好可怕。他说谎，他说谎，说谎，我记录下来。你们先不要这样子说啦。小福，你先告诉老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老师，我真的没有偷，是小花的蝴蝶结真的很可爱，所以我早上想说试戴一下下就会还给小花了，可是我来学校的时候忘记拿下来，还被小花看到，我很紧张嘛，所以就不小心说是我买的。哦，因为你太紧张了，所以不小心就说谎了是吗？对。所以你其实是有想要把蝴蝶结还给小花的。对，我本来就是要还给小花的。嗯，那我知道了，其实你的这些出发点都是对的，但是你做错了一件事情哦，就是你没有经过主人的同意就把他的蝴蝶结戴在自己的头上。关于这一点，你应该要跟小花道歉。小花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是故意要偷戴你的蝴蝶结，还说谎骗了大家。我下次以后真的都不会再这样了，希望你可以原谅我，拜托拜托。没事啦，小福，现在也知道啦，你又不是故意拿我的蝴蝶结，只是忘了还我嘛。
而且我有不对的地方，我不该把东西随便乱放。小福，没事啦。所以你会原谅我喽？嗯，当然喽。好哎，小花你最好了，我们还是好朋友哦。当然。好啦好啦，现在误会解开啦，小福不是故意要偷东西的。不过各位同学也要记得哦，不是自己的东西占为己有就叫做偷窃，大家要小心不要犯这样的错误哦。好，知道了。好，解开了小福是小偷的这个谜团之后，接下来我们要来解开另外一个谜团。还有另外一个谜团，好刺激哦，好刺激哦。这个案件的主角就是阿宁同学。我怎么了吗，老师？以我对阿宁的了解，以老师的这对火眼金睛，我猜阿宁你今天应该没有带联络簿吧？我是侦探，你完蛋了！老师怎么查出来了？以前我平常联络簿都会忘记带，但是我有带哦。我真的误会你了。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笑哈哈，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互相帮忙，开开心心甜甜蜜蜜的时光。